那个软料非常非常的柔软哦，大家一定要买的外套，我自己有买，而且它不需要整烫，就是轻薄透的牛仔外套哦。你看哦，这件外套是人人可驾驭 SML 都可以轻松的驾驭，重点它是完全亲肤软料，完全亲肤软料一个短袖的部分，而且呢它是整个你看超级薄透柔软，做一个小口袋，当然你要扣把它变成上衣完全 OK，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当小外套。还有呢，它做了两个非常好看的那种小领子给大家，所以呢等一下呢，如果你是要搭一些洋装或者搭我现在这种高腰裤，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耶。这个颜色算是中深蓝，但是它不是那种全身，所以呢透过镜头看你会发现哎，手臂啊肤色啊都非常非常的提亮。好，那再来呢，这一次我们选用的扣子是做这种雾面的扣子，所以呢整件真的质感满满，长度的部分它也算是正常衣长，没有特别特别的短板，所以呢身材比例穿起来，你有了身高161，穿着平底鞋又穿着我最推荐的超级亲肤柔软冰丝凉感的点点裤给大家，整个超级修身的。